是，咱上次咱不是赢，咱不是赢一年是那个自己的保存了，用了两千块钱，不是干一万块钱活了吗？是啊。是放上放在哪？咱上次咱不是那边咱自己保存了吗？花了2500块钱搞了一个电脑，是吧？咱有低配也得有高配吧？咱就搞2000块钱，咱要卖1万块钱，你比1万块钱行啊？不是，咱们搞不了嘛，真的。这玩意儿成本太高了，加个这玩意儿，这好看吗？对对，好，确实好看。我感觉反正上次发现那玩意儿不太好看，能好看吗？那展销会嘛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公司太别。